由於時間關係咧，監院就係、演示咗《道寶光》噶。咁第一章咧係起形眾先咧，係以盜樂嘅迎仙客配合奇陣嘅出場；而第二章咧係禮拜十方步光踏斗，以迎仙客配合驚生嘅禮拜十方嘅仙性，以太極韻配合李耀輝監院進行。步光踏斗的科儀范式的，而第三章你都剛才的就是重讚聲評的。你剛剛看的是道教電視頻道道通天地，如果你都喜歡我們的節目，又或者認同我們展現中華文化發揚道教思想的精神，我們希望可以得到你的支持。現在道通天地已經開通了超級感謝功能，大家只要在我們的影片贊好和分享的位置旁邊，就會見到一個超級感謝的圖標，以後大家想支持道通天地的營運開支就多了一個方法。當然你們都可以繼續以郵寄支票和銀行入數的形式支持我們道通天地，邀請你和我們一同共宏大道。